喂，兄弟，怎么整个口罩套的？最近阳了，阳太多了，戴个口罩也不至于这么戴呀、啊。哦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等去拿不走，我们这里没有阳了阳。怎么走这么歪啊？很慌的样子。24这家去不去啊？哎，没啥去吧，下面别墅去都不去了，你们去这个。那咱们为什么不去豪华别墅去啊？那地方挺好的。哇、哦，你还不相信？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听一下这个球声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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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码有百把个人在打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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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两个小子，小胖，小胖，什么情况？直播直播，喂，小球不得，救我，快过来救我！你爬过来没？我救你们。再把我滚了怎么办？你还要救？这个名字叫老九呗，方飞对面的那个是陈老九，不是陈老九的话，那我就死翘翘了。啊，那天我把他的好兄弟朱老三干了趴下，不会他干我吧？脚都露出来了，老大。哦，打我一拳，老九，不要打我！我不打你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老九，你不是得我了呀？我是那天赶猪老三那个。原来你是打猪老三那个，走吧。